生意要继续做。为了迎接后疫情时期市场对健康产品的需求，正良更加在今年3月在将军澳开设新店，未来计划经营自家网站和网店，并且加入电子支付。因为正良在疫情下发现大部分顾客都喜欢用电子支付。疫情除了影响中小企，以自雇为主的的士司机一样受影响。为了想做多些生意，一样要数码转型，包括接受电子支付。